海外的所有的要捐款的网友们都不能捐。我给大家说，谁捐款，你不但是个傻瓜，我再告诉你，捐款叫助纣为虐，你们叫助骗为骗。我就纳了闷儿，怎么这28年天天搞捐款啊？他被打了他也搞捐款，大家也捐，你们是钱撑的吗？网友们不能这么干了呀，那让人家捐了钱还让人骂咱傻瓜呀，捐了钱还骂咱傻叉啊，不能捐呐，千万不要捐款。凡是他搞革命还靠捐款的人，那这人绝对不可信，绝对不可信。凡是鼓捣别人去捐钱的，这一定是骗子，100%是骗子。对了，你说到这儿，法治基金的钱快没了啊，快花没了。咱要最近要给要号召全球战友捐钱，这钱快花完了啊，咱得号召一下，过两天要号召全球战友啊，也接受艾滋病捐款，咱必须得捐下钱，法治社会快没钱了。凡是他搞革命还靠捐款的人，那这人绝对不可信。凡是鼓捣别人去捐钱的，这一定是骗子，100%是骗子。